大家好，春天来了，在家里或者办公室养上一盆豆瓣绿，心情都会好一些。豆瓣绿油亮厚实的叶片会给人一种元气满满的感觉，而且它还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。像办公室或者家里有抽烟的人，养一盆这个最合适。今天就教大家一种简单的方法，水插豆瓣绿，大家一起学起来吧。豆瓣绿的水插都比较简单，而且水插不会烂根，几乎100%成活。操作方法如下，剪一段健壮的豆瓣绿枝条，插入到干净的水里，将温度保持在20度以上，10到15天左右就可以生根。根系生长比较健壮后，就可以转土培了。而且，豆瓣绿的繁殖能力比较强，大家可以试一试。用一片叶子水插，只要保证温度和水分，过一段时间叶片也会生根。豆瓣绿有些类似多肉，但是又不属于多肉，非常的可爱。推荐大家试一试今天的方法，水插一盆豆瓣绿，抱回家或者办公室养起来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养花资讯，可以订阅关注。